Hello，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玉峰叔叔，欢迎收看《爱因斯坦长知识》时间。那今天的主题就是，当森林深处的一种攻击对方带有黑死假面的主战者的时候，到底是他会直接被我秒掉呢，还是他的黑死假面能帮他挡一次伤害呢？好，那就马上开始测试了。噔噔噔噔，一拳，零点。所以说，一种的伤害转变成零点伤害，直接被黑死假面吸收掉，然后一种打出就会来。变成打出他8点伤害，好像就这样而已。好吧，原本还想说他可以直接贯穿那个黑死假面，所以说这次实验的话大概就是这么简单。接下来我也预录了类似效果的从者的片段，啊，一样就是让我森林深处的一种打出攻击，嘣，结果还是四点。好，本期的长知识时间就那么简单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点个喜欢；喜欢我的话，请点个订阅，随时跟动影片，随时跟动动态。长知识时间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覚悟はいいですか？